Hello， 我是小叮当。你们总说我混的泥太丑，每次都让我不要加绿色泥。为了证明我混的泥也有春天，今天这100盒起泡胶全都是绿色系。话不多说，上我的大鱼缸，找了一圈，家里也就它能装得下100盒泥了。你们先听音乐，我把它们全部都揪出来。还好鱼缸够大，不然真的要装不下了。最后一个，开始解压时间。哇，这样戳下去太解压了。就是混到最后手都要抽筋了，实在太多了呀。好啦，每日一问，你们还想看什么颜色的大混泥？留言告诉我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